生命有菩提，法水永长流。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尔时，众宝光明吉菩萨摩诃萨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道场众海，即所颂言：世尊往昔修行时，建筑佛土皆圆满，如是所见地无尽，此道场中皆显现。世尊广大神通力，树光普雨摩尼宝，入世保障善道场，其地周回悉严厉。如来福德神通力，摩尼妙宝普庄严，其地即菩提树，地法光阴而言说，宝灯无量重空语，宝王坚错为言思，稀土微妙言法音，如是地神之所现，宝地普现妙光云，宝记艳明入殿发，宝王霞帐伏其上，宝髻匝部为之为言好，汝等普观于此地种种妙宝所庄严，显示诸宝助显示众生众业海，令彼了知真具法性，普遍十方一切佛所有的圆满菩提树，莫不皆现道场中，演说如来清净法，随着众生心所要，其地普送妙音声，入佛座上所应演，一一法门显具说，其地横出妙仙光，光中普演清净音，要有众生堪受法，悉时得闻烦恼灭，一一庄严悉圆满，假使一劫无能说，如来神力没不着，是故其地皆严净。这个十日十个祭诵啊，都是占这个道场的，从地树光严具，这个十个祭诵是占道场的，说这道场就是依报都在演说法，都在演说法，乃至树、庄严具、灯、床幡、宝盖，连大地都出妙音，菩提场的场地都出妙音，赞叹，赞叹什么呢？赞叹那个处所，就说了这么十个偈颂。这是比较而言的，现在我们的法堂现在我们有400多人400-500人，每一个说个祭诵赞叹赞叹赞叹这个法言，这法堂
啊，菩提树呢，就是在菩提道场啊，咱们去参观呢，说的现有的实物，现的树。我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菩提树金刚座。因为这是我们所见，说没有什么福德，你所享受的就是什么境界相，但那福德失掉没有，这个道场也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是看你正报如何，你所的依报。因为我们这个知啊，我们这智慧，这个知道的知啊，知得太少了，那太少了，是未开智慧。未开智慧所看的呢，它不同，就像那戴眼镜似的，你戴上眼镜，戴啥的眼镜，那个眼镜是什么颜色，你看外边就是什么颜色。我们有种种的业。那个人的看呢，就是说这眼见了，其实是心里想。他说你的作意，你作意。咱们是七处九会，所演的所处的道场，乃一佛从开始化佛的视线，从乐野园开始说法，到佛最终的时候到双林树下，这里头演的呀，有一乘法，有三乘法，有究竟了义法，场地都在演。对，咱们上来念这个偈颂啊，灯也在演，树也在演，也闯翻宝盖，所有工具都在演。那岂止坐呢，狮子座，所以出来那么多大菩萨，无穷无尽的大菩萨。是举哪一法，学华严的啊，懂得这么个道理。举哪一法，哪一法就是法界了，就是主。举场地，场地就是说法的处所，这个场地就是主，其他的都是伴，伴，伴侣的伴，陪伴的伴啊，就是伴。所以举这一微尘，这一微尘就是主，其他的微尘世界什么都是伴，辅导的意思，辅助的意思，这就是华严业。你学华严经啊，看以哪为主，主这法为主，那这法就是其他都附属了。说现在举场地，占言场地，也场地为主，这场地包括太多了。以咱现实说吧，钟啊、鼓啊、引磬啊、坐垫啊，乃至是讲座啊，这都是，这都是庄严具。这就为主了，为主了，啊，这人也为父了，人也为父了，看以哪法为主。那么现在呢，这十个计算，众宝光明集菩萨名字，这个菩萨名字叫众宝光严集。集是啊，咱们看着佛的这个顶上的这个顶着庄严者，这叫集，这叫集。顶顶上这叫集，这是他这个名字，他是把众宝庄严的宝集，这是他的名字。而他赞叹这些个地处，这个地，这个土地，土地上的所有的道场所显现的一切的道场之中的物质，用这十个偈颂来赞叹。就都成了不可思议了，不可思议了。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，
我们言论讨论计算的，所能了解到的，所以这叫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尔时，大自日勇猛慧菩萨摩诃萨成佛的神力普光一些道海道场的，像海那么重的，那么多的来的参加法会的，他说说个赞叹的啊，赞叹的偈颂。四者凝醉处法堂，秉言照耀宫殿中，随诸众生心所要，其身普现十方土。赞叹这个处所，这个处所是谁化现的？是佛成了道，成道了之后所显现的。这一些这个道场那是随着众生心，随着众生的缘，应见何相者，他就能自现何相。所以那些个菩萨到了菩提场看呢，就这么多庄严。等到咱们到菩提场看呢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树也不庄严了，是坐也不庄严了。我不知道其他的圣者看怎么样，我这个业障人呐，到那儿去看，就小土台嘛，就是金刚座嘛。我看那菩提树，也不大，他们在那个闹克兰，到他一个森林去。他把他那个树啊标成了10亿年、3亿年、5亿年、5万年，所有的树都挂个牌子，标这个树的时间。我就想了，拿这个来打比啊，来做例子想。你随缘随遇的境界相，随那个地处，说那个地方当时的地众生的福德，那所现的不同。就咱们一个普五德山，各个来朝里的人，咱们就在五德山里头住的这个道友，这些个道友看法跟这五德山所住里的五德山的这个人民老百姓，他就想象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得想象说是在这个四大名山菩萨的道场里头啊，在这个地方的缘很殊胜的了，恰恰相反的，反到什么程度呢？名山底下无善人，大概咱们要跟这些个各个的道场，不论普陀山呐、峨眉山呐、九华山呐，你要跟那地方跟他当地人民打对，你就晓得了，晓得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思想了，他们对这个山怎么样看法呢？不同的了，是正报跟依报不同的了。再说个简单的例子，咱们现在穿的大家们穿这个僧衣，他信佛的四众道友，他看见很庄严的；不信佛的，他们看的呀，可能又脏又秀，看我们这样子什么的，这跟他们曾经有个人跟我说，他们和尚穿的衣服跟人不一样。我说穿到人身上会跟人不一样。我说翻过来呢，他翻过来怎么样？我说翻过来我看你们呢。他说你怎么看嘛？我说我们看你们穿的衣服才跟人不一样的。是这样子的，所见不同。人说这是金色世界，普陀山是琉璃世界，
但是究竟我们看的那是现在你看到五台山是什么世界？你看的是黄金世界吗？金彩世界吗？这两年嘛还好一点了，还有点绿化了。头十几年前的再看，都烧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是没有绿化了。那四大名山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只要有修行者，他就有水。你在哪儿修行，在哪个茅棚，你在前面挖一挖，淘淘，他就有水。九山入室，峨眉山也入室。这就是他吐殊胜的，这就是因为佛在这菩提场说的是演说华严，演华严时候菩提场又不同了。那现在的菩提场呢，又不同了。像这些殊胜境界，华严殊胜境界，你读了《华严经》了，你要到印度去对照一下，对不上号的。这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个业障，凡夫心。其实佛说华严从来没停过。菩提场常时入室言。这要我们修惯例了，惯例了。它是随众生心所耐要什么，它的境界是吧？我们经常问呢，你见了什么境界了？我们神景也没见到。那就说你看法如何？佛的法身骗一些果度，他的身所现到何处，那个何处的那个土地山河大地都变了。这是我们过去说话，有福了就托在满门啊，往往的那个家庭里头看看老太太活八九十岁了。其实这一家人都活这个老太太福德，享受她的福德，等这老太太一死了，得了，这家也败了，家也败了。你看历史小说都这样子，那编小说的也入世啊。说人杰地灵啊，那人要是了不起一个人呐，他那土地都变了，都灵了。何况佛呢？所以说佛所显现的所处的这个法堂的这个地方，不是咱们这个法堂啊，说菩提场那个法堂啊，所处那个法堂，那是随众生心。随哪些众生心呢？那个时候的时候，佛演华严经的时候全是大菩萨，就是大菩萨而现的这个依报，是法堂。那是殊胜的，一些天人的宫殿都没法伦比的，一些咱们现在的什么是世间上的更没法比了。把佛所处的处所也叫成宫殿，如来宫殿不思议呀，摩尼宝藏为严肃，全是如意的宝，你心里想怎么样的宝就现什么，说叫如意宝啊。宝是尊贵稀少，对，这个含义拿这个来严实的。注庄严句显光耀，佛若其中特明显。
佛呢就增长这个增长这个道场的光明，增长这个道场的庄严，佛坐其中了，所以那个一切的庄严呢又特别的明显，那这个含义，佛的智慧，佛的福德，使那宫殿呢变得更庄严更明显。摩尼为柱种种色，俱金灵铎入云入云钵，宝阶四面列成行，门打随方显动起，妙化真气庄严帐，宝树枝条共严丝，摩尼璎珞四面摧，自海雨中占严座。最后这句话就是佛语中坐，湛言表的定的意思，微微不动的。自海是指着佛说的啊，佛的智慧像海那么深，是吗？所以那个灵铎，咱们垫脚上所挂的，那叫铎。风一吹就响那个，那叫灵。灵铎，大殿修那个都修的挂的那个，有的像铃，有的像木钟，这都是形容词了，就是形容这个庄严的、的殊妙、美善，是佛德所显现的，佛的福德智慧所显现的，我们有时候说宝啊，说宝，有时候开玩笑说，像咱们北方，特别在北京，说你这个人呢，好像跟人家不合群儿，或者处处的呀，都表现的那大家不大啥喜欢吧，那起个外号叫宝贝，这个人真宝贝，你像个宝贝，其实宝贝是赞扬词，是好的呀，那这是贬低的人的，说这人不好的。是宝贝，但是我们在西藏去，我刚一听说人不切，人不切翻什么呢？翻宝贝，我说这个简直奇怪了，这种翻宝贝，这个宝贝可尊重的了，尊重的，说你这像个宝贝，这个贬低的意思，贬他的这个，我们这可不疼，我说宝贝，那就威佛。所以呢，西藏那些大德们，他这个转世的诸国，咱们叫活佛。西藏没有活佛这一称号呢，这汉人难的。那西藏的最大的是宝贝，这个人是宝贝，这人中的宝贝。就方言跟这个装饰品。这都是严丝品装饰品，得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，得懂得这个含义了，懂得这个含义，但是得看处所，得看处所，像我们将到国外去，那国外的他那个一所的房子啊，那买房子的来了，一个隔垃圾的地方，一个洗手杆，他先看这两个，看你洗手杆如何，对，完他来给你才买你这个房子，有时候洗手杆看他洗手杆，比寝室还干净，比寝室还好，比他卧室也好，有很多的他那个很那个名贵东西。再搁到厕所里头去，咱们呢，像咱们庙里呢，咱们搁到法堂去，搁到大殿去，咱厕所无所谓，而且是最殊胜的山西太原到五台山这条路上，没得厕所呢，以前没得厕所呢，那么将最初。带着一般的弟子来朝礼五台山，
他们就知道五台山没厕所了。我就告诉他买那个大伞，大伞多买几把伞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你到以后要想解锁呢，嗨呀，日本人来到这找不着，到从太原到五台山超山找不到厕所，我急得哭啊。嗯，但是我们就有方便三桥了，几个女道友把那伞一支，就是小房子带你去解去吧。就是一个道理啊，但是这是看这个众生的他的认识，他的观感，他一切事物就随着变化了，随变化了。佛说法的道场，那就庄严了，庄严了。我们在西藏，我们求老师西藏传法时候，由他到林嘎去传。林嘎是什么呢？到山林树里头传。我帐篷一支，又清香又干净。但就变了，他道场就变了。如果等他说完法，把这一撤了，庄严具一撤了，完了那地方就变了，又变了。这是什么变的呢？是心，是吧？心生在种种法生啊，心灭种种法灭。每个人的认识认知不同，他的福德智慧就不同，福德智慧就不同。因此啊，对这些庄严具，佛所住的处所，佛所说法的处所，就这个关系，不是这个物质上变了，是佛的福德，他所以感召的，他变了，变了。像我们现在也入世，我们就知道佛的德、福德、智慧，现在两三千年了，快三千年了。凡是佛所需相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那个殿堂再怎么破、怎么腐烂、怎么旧，还是庄严的。人一到里头就生一个，生起一种啊，说不出的感觉，就看的人呢，那个个人的智慧福德了。因此啊，这样来认识，认识。这个刚刚讲这个摩尼微王的妙香床，大家床幡都知道吧，床是圆的，方是扁的，咱们那个戒堂上灌那个那扁的，床幡宝盖这一类啊，它像网络结到一起一样的，但是全是摩尼成就的。在印度的宝啊，是摩尼是最尊贵的了，最价值的了，不是宝石，也不是钻石，就像大家看到那个画像的时候，地藏王菩萨手里拿着那个如意珠，那叫摩尼，摩尼如意珠，有时候第四天的庄严或者各个天上的庄严具，摩尼珠。跟他放天就不提这个了，放天是清净的，清，各个的呀，是因着这个主人而显他这个庄园，是讲德的了，是讲道德的了，因此佛的道德呢，但佛弟子不说了，就是不信佛的人，他见着有个严肃庄严的感觉，那你知道这个意思了，就是的华严所显现的这个依报，依报就是处所，演说法的或者佛南居的宫殿，
都是殊妙不可思议的。嗯，十方普现变化缘，其云演说遍世间。一切众生悉调伏，业入世皆从佛功现。乃至于虚空的所有的云，普现的云的变化，云里头要说法，云会说法，云所演现的，云是骗一些时间的，所以法音也骗一些时间的。闻到这个法了，多强悍的众生，啊，多不服教养的众生，他一闻着这个云里头所说的法，他心里就调伏了。烦恼火焰很高的时候，啊，听到云的说法，他降下了，安定下来了。那这个呢是佛宫殿显现的，不是佛身，佛的宫殿显现的到空中变成云，云有说法骗于一切处，那么这一切处里头的所有的众生闻到这个云的演说法就调伏了，调伏了就烦恼没有了。就是夏天，咱们夏天那个六月前啊，很热闹的时候，突然走到一个清凉的树里头，清凉的树里头还有一个小水池，清净无比。完了，你到那里头一沐浴，舒服了，这叫调伏。当你烦恼很重的时候，听到佛所说的法。啊，人生就入世啊，人生入梦啊，不要太认真了嘛。啊，入梦幻泡影，入露已入殿。说你把一切法呀，都要这样来观，像佛说的法。这一说法，你什么调和都，贪耐心呐、啊，什么烦恼顿断了，这就法调伏。法调伏。我经常跟我们道友说，这烦恼很厉害的时候。或者自己亲人呢不在了，突然死亡了，或者被逼迫的苦，特别欠人的债，欠什么债呢？有些个欠人的债是可见相的，欠张三、欠李四来找你讨钥匙，这个你见得到，还有些个债你见不到的，比这厉害的多。我昨天说生病。为什么要生病？啊，找生病的原因。对，心里突然间烦恼，你找到什么原因吗？啊，说生理上四大不调，还有心理上的呢。主要是心理的不调。当这个时候，你跪到佛前，或者拿一本经念，不要念太长的啊，念那小品的。乃至念个无常经都好，一念呢，哎呀，一切都无常，你心里清凉了。说你烦恼时候就靠我们佛弟子，念经来调伏，一念经啊，看看佛怎么说的，立时就清凉下来了，这叫调伏，调伏。我们很多这样问题，很多这样问题，不要向外求，外头解决不到问题的了，反转来向你自己，向你内心求，这样子呢就说明了闻着法了都能调伏，因为云里头所说的法调伏，那你亲自见佛，或者亲自见着这个僧人，或者以这佛法僧，那不是更调伏了吗？为你为树发妙华，十方说有无能比，三四国度庄严事，莫不与众现其影。
再一个说树，树，这个树的庄严卷，过去、现代、未来，三四的树啊，也能说法，也能发妙音，而且树，这个树是摩尼成的，摩尼宝树，发出来微妙的鲜花，这树花，树上发花，啊。那么三四国土的庄严呢，这个树在里头现影子，完了就变成了树，影子就是所有的跟树相适应的庄严，那树所发的妙花则来庄严国土了。你念弥陀家七尊行树啊，不但也是在说法呀，赞叹说，处处皆有摩尼聚，光焰直言无量种，处处都有宝摩尼，拿这个拿摩尼宝磨成的各种庄严聚，然后门了，门又随方相间开，啊，假如门的间错，这都是窗户，窗户，这是形容的，形容房子里头的了。啊，栋梁啊，就是柱子，横柱。现在虽然没有柱子了，但是钢筋拉成了一块的，也是柱子。对，形容词，形容这个宝树啊，就像是你所做的光阳宫殿的似的，树能现三四，能现三四，而且这个宫殿里头种种摩尼宝光阳装成的有无量的种类，所以说如来宫殿不思议清净光明真具足相，一切宫殿与宗宪一一皆有如来状，正报依报，宫殿本来的就不思议了，为什么如来在宗座，是吧，清净光明的一切的，不论这宫殿哪一项，都是佛的神力道德所加持的，如来宫殿无有边，自然觉者出其中，十方一切诸众会莫不向佛而来借，都带这个宫殿来集合来闻法的，佛是主，那些菩萨是伴，宫殿宝树所有这些庄严具全成了伴了，那他都帮助佛来说法呀，树也在说法，宫殿也在说法，连空中的云都在说法，这是华严经的特点，别的经没有，没说云彩也是说法，宫殿也是说法，而是不思议功德宝智印菩萨摩诃萨成佛的神力，又看看一些道场的大众，赞叹佛说入下的十个偈颂，佛悉修智住福海，一切刹土为神树，神通愿力所出生，道场严禁无住垢，而总说啊，以下就是别的偈颂赞叹，如意诸王作树根，金刚摩尼以为身，宝网霞丝抚其上，妙香气韵共玄摇，数字言丝被众宝，摩尼为干争宠月，
四条密布入云入纵云，佛与其下坐道场。道场广大不思议，其数周回尽迷房。密叶繁花相匹映，华中西节摩尼国。清净之言无有尽，以佛愿力入实现。摩尼宝藏以为华，不影腾辉要齐云。杂树催芳无不遍，于道场中普严思。这五个颂就赞叹树的，都是赞叹树的。这个在道场里头很多的树，道树啊，菩提树，来淹死这个道场，树干呐、树枝啊、树叶啊，都是沿着道场的。赞叹树的这个偈颂，汝观善兮道场中，莲花宝网具清净啊，光焰层轮从此现，灵音多响云间发。那你看看，你观想一下，如观，观是你看吧，说佛在这个道场里头啊，都被那个莲花的宝网把它包围起了，但是这都是很清净的宝网，宝网发出光焰来，光焰又成个轮一样的，从这儿划线的，还有灵。多像云一样的从交叉之中配备佛这个道场。十方一切国度中所有妙色庄严树，菩提树中无不现，佛与其下离住垢。道场广大福所成，树枝余宝恒无尽，宝中出现诸菩萨，西往十方共是佛。诸佛境界不思议，普令其树除灭除药因。入息所记菩提道，众会闻音显得见。赞叹树枝当中特别赞叹菩提树，菩提树，这都是赞叹树的。这些称扬的话、赞美词都是赞叹树的。把树变成很微妙了，树也有神通了，树也起变化了，不是树是佛。在这树里的现的宝，宝中现了一些菩萨，这些个菩萨都来供佛来了，供侍于佛。这就是诸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而且这个树呢演的音调，这个音调音呢非常的美妙。普性出树出药音，出音调的美妙的音声。而且这音声说的些什么呢？说的佛过去怎么行菩提道，那行了菩提道怎么证到的佛的菩提果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。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
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，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。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，除了推广点灯供灯，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，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。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，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。成立至今，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共点36,767,314盏，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共18,032,2215杯。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、善行与善德，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、真理、平等无争的光明。此外，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炬的优秀僧伽青年，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，无论南传、汉传、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，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。同时，在社福方面，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，以及海外急难救助，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，本会也积极投入救援，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。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，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，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，免费供应饮食，爱心素食免费便当。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免费结缘173,3488份便当，宣导吃素的意义，传扬人间慈爱温暖。此外，还有辅导街友就业，重新适应社会。近年来，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、老弱病苦关怀，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。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1889场。新逢小神通月、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礼拜三昧水忏、护身暨小蒙山，恭请湛山法师出法。日期10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电话0722123230722123。0722123230722123。法会备有消灾超荐，欢迎提早填写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，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，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，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，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，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，
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，愿使正法常住人间。佛所行赞中说，佛说一切师，法师为最胜，人思行才师，行法师者难。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，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，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，一起走向菩提之路。感恩您的共襄盛举，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，聚沙成塔，福慧圆满。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银行网络转账，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，转账账号012-001-197-388 012-001-197-388，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、收据开立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-8787，或 email lifetv.net@msa.hinet.net，服务电话03989-9319039899319。再赴缅甸弘法，大齐力观音寺牌楼前的迎宾布旗，犹如海涛大和尚救度众生的热情般火红，高张欢迎臂膀，迎接大和尚与同行的佛子们莅临弘法。来到大齐力观音寺，大和尚于法座上，除了领诵慈师六道之外，更为众人开示种种慈悲法要。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，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。嗡阿呼，特别照破众无明，那个灯点燃了，就可以把无明黑暗的六道众生消除掉他们的无明黑暗。所以一个修慈悲心的人存在，就可以把所有诸佛菩萨的力量集合在你身上，所有这个世界的善业功德，透过你的念头布施给对方。虽然看起来你有一点孤独，因为只有你这样在做，默默的在做，但是你很有力量啊！我想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。当天，
大和尚也邀请湛勇法师、诺诺格西及湛严法师分别领众修持种种慈悲法门，为六道众生点灯供水，慈悲药供烟供施食十方法界，利益有缘众生。隔日前往临界中泰缅边境的金三角水岸边，为无始劫以来的六道往生众生燃熏烟供，云天水岸间普供十方有情。当天也从市集救回许多濒临刀口的水族物命，法师随即领众于水岸边，为所救的物命持咒施水，挥舞经幡，祈愿透过佛力加持，为物命众生消除业障，消冤解结。透过救护行动，祈愿诸佛护佑，三宝加持，所救物命回返自由，永不遭余烈亡哺，来日获尽天年，往生善道，得证菩提。辗转几段车程的颠簸，粒粒微雨中，金三角大师寺院巍然眼前。高达数米的金色廊柱围绕八角形中拱顶棚，中央佛塔由上而下依序由主尊与大小诸尊佛像奉坐其中。来到金三角大师寺院，担纲翻译的当地法师为众人介绍寺院中的主尊佛像，是一尊有着800年历史的竹编佛像，尽管后层金身掩去竹编纹理，仍无损其法相庄严。佛寺内侧墙壁则是一面接一面的彩绘画作，无声地传承着佛教古老的历史与传说。当晚，慈悲的海涛法师透过心灵讲座勉励众人精进修行，且以佛子行37颂为众人开示佛法的要义。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唯一勤行利众生。诸佛正法无来去就是空性，你了解了真理就没有分别了，不生不灭了，啊，没有生没有死了，叫你要了解空性。虽然诸佛正法是空性，无分别无来去的，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唯一勤行利众生。我们在以这种空性无所求为基本，唯一要努力的就是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我每次到每一个地方，一有空档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修慈悲心的地方，可以结缘的地方，可以体悟空性的地方，到生命最后一秒。所以怀着菩提心生老病，怀着菩提心死亡，这才是修行。而不是说你修菩提心的你就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，那不可能的，啊！只是同样这些变化无常，这些快乐痛苦，你都转为佛法的修行。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云：梵行法不可得故，三世法皆空寂故，亦无取住故，心无障碍故，所行无二故，方便自在故，受无相法故，观无相法故，知佛法平等故，具一切佛法故，如是名为清净梵行。心声